呵呵，妖怪，把俺师父交出来。什么？什么师父？什么？别说，不是美女，连个人都不是，是只猴子。唢呐，为了防止猴子偷桃，我献生，将再一次保护你。易大师，不要谢我。奇怪，怎地挥舞不动？什么真棍，犹如千万斤重。继续看剑。变。什么？哦，变。是唢呐的衣服吗？我可是齐天大圣啊！虽然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但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我问你，此去花果山还有多远？什么？你穿越了108000里？德罗玛西亚！符文之地经常会引得一些奇怪的人穿越到此，大部分是以为自己将成为主角的平凡人，偶尔也会有一些英雄模样的人。其实无论是谁，我都要他知道谁才是符文之地的主角。这里是战争学院，我是干什么的？给你演示一下。别搞别搞，会被鬼道炮的。怕什么？我们是坏蛋，专门欺负小女孩。报告会长，第九街区有人作案，查出我的射程。哼，我可以把整个学院镇管理得井井有条。哼。哎，嗯，哼，嗨哈！你居然怎么露脸走啊？走，穿越辛苦了，我带你去战争学院见见我的兄弟。你那金箍棒子用不了了，拿着这个波兰之棍送给你。前面就是战争学院，打开城门。这些就是我的兄弟。德玛西亚是你家？请。这就是那个新来的囚女。德蒙无老虎，猴子称霸了。昨夜落下一颗陨石，也许就是这只猴子。它有一股强大的气，我能感受到。什么程度？若解开束缚，则翻江倒海。兄弟，有什么想说的？有一股妖气，此城定有妖怪。这光天化日之下，哪来的什么妖怪？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。果然好大的妖精，徒儿别动，让为师收了他。哟，武士要吃包子吗？徒儿，为师 hold 不住了。哎呀，盖伦先生要吃包子吗？阿狸的包子要白虎啊，这么贵，买了。阿丽姐姐你好。小安妮早啊。我是来买酱油的。姐姐这儿不卖酱油。好你个妖怪，让俺老孙会会你。哼，俺老孙装作路人，倒要看看你施些什么法术。谁家的猴子放出来乱跑？妖怪，我看你对这些百姓施了些法术，他们就买你的包子。妖怪，俺老孙可不吃这一套。猴子都会说话了。俺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我的天，是个妖怪，看我不收了你。不痛。喵。
没变出来。难道我魅惑不了你吗？原来你是在魅惑人家，就你这模样，你笑什么？难道我不美吗？呆妖怪，你不仅不美，而且离我心目中的菩萨还差十万八千里。是一个漂亮